等级不用高，心态不要崩，爬杯自然就上，好不好？啊！完了，我死了，要射我了！我靠北！干！你想射到我，因为那么简单吗？你不知道我经历过一千次小辣椒攻击闪躲吗？看到没有？一千次小辣椒攻，干你老师，对不起。真是小辣椒攻击，干你老师。哟吼！中中！哟吼！拜拜，那边有李阳，这都要探草，保护自己的营地。好，没人进去，躲着。报告，目前无敌星。哦，这时候就要来个偷鸡。哟吼！好，吃完继续躲。右边有敌人，他快死了。趁着这个刚好没有直接刷一个。Oh my god！ 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学到一招了？趁着那个落陨石砸下来的瞬间，石头跟草没有的瞬间，直接丢出那一招。干！老师嘞，我最讨厌你了。嘿，末地招，叫你个末地招，在墙壁出来那一刻，直接丢出绝招。这时候要跟这时候的我没有跟他水，我没有跟他同队，可是这时候跟李阳就对了。那死了，你看没有？探炮！转起来！各位有学起来了吗？大家学起来我的技术了没有？没有，不是要先打墙的，而是要先打对自己有利的。因为如果我跟李阳干辣椒的话，李阳有可能会背刺我。加上刚刚李阳是高倍数的人，所以如果我跟李阳，如果我跟辣椒干李阳，那辣椒就会跟我一起干李阳，因为他知道我现在跟他干李阳的话比较有优势。这是一个跟敌人的默契，今天的敌人就是明天的朋友，那今天的朋友就是明天的敌人。来，我现在很慌，因为我不知道敌人。好，又一个学历 ，OK， 快跑，三个学历，快跑！好，躲这里，因为我还不知道敌人的位置。好，左边左上角三个学历。好，我不打他，对，我不打你们，你不要过来。这时候来欺负仙人掌，走，不要打我，我打你就好，你不要打我。刷刷，好十，很好，剩五个，吃起来，躲着，一只草一点路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试出来给他看，好，我在这里，不要抓我，好干。看我死！你看这种人爱背刺。来，这时候躲电音攻击，我教你们。这时候就要转他，转起来下去给他示威。好，快躲起来！好，我死了。帕姆也是我一个心得角，好不好？来，首先建议大家先升到可以两下吃掉个箱子的等级。基本上我没到那个等级，探草，好，有人，莫迪斯让他死，好，快跑，雪莉在里面，我把他逼走，我要把他逼走，好，他逼走 ，OK， 他逼走这个草就是我的，懂吗？占地为王，这他们这互咬，前进棒棒打，去死吧胖妈，很好，咬起来，吃起来，快跑，因为李阳在这边，好，回去我的营地，好，这时候。剩七个人，所以基本上图圈会快一点进来。我要换另外一个营地。哦，这边有雪莉，好，把他逼走。还不出去？我靠，还在打！他妈来啊！好，占一地，丢个补棒。我想补棒有三个功用，第一个补血，废话干。第二个挡伤害，第三个让对方的自动攻击变到。补棒上面，想靠近我，我死定了，完了不妙，不妙，真的不妙，
先把血干掉，好像死了，加血回来，把他打，把他逼走。好，护手躲草 ，OK， 他快死了，把他杀了，抢星星。OK， 回去营地，回去营地，好，往下射。好，他们俩互咬了，我营地的，就不要在面前嘲讽。谢谢大家。好，他快死了，我他快死了。这边没有人，我确定，因为他们会这样打，代表这边没有人。一只雪莉在上面，先打他啦，白痴哦！找跳点，好，我的招 ，OK， 升起来。哎，那谁？我是谁？我看一下那谁，我看不到，等一下。好一个哦，原来是滚筒，太棒了！好杀他，滚筒掰，好错了，凡西，先丢大，这条可以撑大。好，两个吉恩确定结盟，先干吉恩，他妈的，先干吉恩啊，白痴了，干吉恩，不要干我，快点干吉恩。OK， 我是反转圈者，两个吉恩合体就先干吉恩，不求第一，先干吉恩，先把这 Kingdom 拉下来，把这 Kingdom 拿下来，感觉里面有人，没有人，哎，你躲开，妈，你是欠杀是不是啊？来呀、啊，我跟你对干啊，来呀、啊，你来躲下线啊！北七进入我的狩猎区，来那边射。好，我走。这 Kingdom 我要丢了。啊，这 Kingdom 可以留。把他逼走，靠背，把他逼走。好，逼走了。OK， 他不敢跳我，他绝对不敢跳我。但我要先趁大会比较好。来呀！好，拜拜。死喽，兄弟！抓我，抓不到我就知道，拜拜。躲起来，我的 Kingdom 守好，好不好？大家 Kingdom 守，干、哦、我听得爆了。好，吉恩，你要掰了，吉恩。又组队，我操你了！干，先干你们两个。杀了我的 Kingdom 啊！完蛋，他血有点多，抓了走位，不要浪费血，完蛋回到血，我靠背。好，各位，这是个失误，好不好？哇，加40杯，看到没有？轻松上分，直接加40杯。欢迎收听我的末地教师班，末地爬杯班，我们下次见。